这儿不能站着，不能停车，赶紧走。怎么的？没看吗？这有一个禁停标志。禁停，你走不走？就不走。你要不走，我给你贴条。让我贴条？是，我不在这儿停，我吃饭去。站住！怎么的，爸？没看见这地方禁止直行吗？那饭搁那儿呢。右转弯，到前边挑个头再回来。哎呀，我吃个饭我还挑个头，这得费多少油啊。哎，我这一看呢，当初学那点交规也让你忘得差不多了。爸，他当初学的就不好。你快拉倒吧，赵刚，还我学不好？我学的再不好我也是个老司机。你还老司机？爸，我坐过他车。我跟你说，我上次坐他车给我吓坏了。快拉倒吧，你交通规则方面你照我差远了。我告诉你，顺风，这我还真不服你。你敢不敢跟我比比？我敢跟你比。怎么的，爸？你出题，我们俩比比，你敢吗？敢。停，来。哎，怎么的？请听第一题，一辆小汽车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从 A 点到 B 点有360公里，请问共需要多长时间，要交多少停车费？我的需要2个小时，交160块钱的过路过桥费。错。如果要2个小时的话得交1160块钱。怎么多了1000呢？超速50%罚款1000。回答正确。哎呀，这是喝了点酒蒙住了，这还有超速的事呢。那个爸，你再出个题。请听第二题，你开车行驶在马路上，突然车前面出现了一个人一条狗，你怎么办？撞狗。你有病啊，你踩刹车呀，你撞狗干什么？狗招你惹你了。场上比分2-0。这又蒙住了。爸，你再出一个。再给你出道题啊。再出一个。你开车走到了十字路口，遇到黄灯怎么办？踩刹车让行。不怕人笑话你，这点交通规则都不懂，你见过黄灯没有啊？咔嚓咔嚓咔嚓，你知道啥意思不？啊，那就是快点走，快点走，别耽误后边冲过去。钱顺风纯属是胡说八道。现在场上比分，赵刚子完胜。什么完胜啊？赵刚子就是完蛋。上十的呢，爸，你说你怎么还跟狗干上了呢？哎，爸，你看。我一回家看有人给你送礼，送的是狗粮。哎，我这手机朋友圈里面发的全是你跟狗的合影。爸，你可火了。低调低调，你爸爸只不过是做了一件非常平凡的食狗不昧的小事，用不着这么热捧。还挺谦虚。可是人家没说你是食狗不昧啊。啊，那是说我啥呀？那咋说的？那照片飘底写的是史上跟狗最联想的人。跟狗联想是啥意思啊？就是说你长得像狗。啊，你别听他们瞎说。老伴儿，你说句心里话啊，咱俩过了大半辈子了，你说心里话，我长得像狗吗？不像。哎，都说你长得像猪八戒。我让你夸我了。我范奶奶，我觉得您对范爷爷的定位很准确。你善表是哪里有你呢？你开玩笑吗？爸，哎，咱不生气啊。完了我就在这下面评论，我说这是我爸呀。对呀，没人相信我。他们都不信。那咋办呢？说咱俩长得不像。是，我是故意不让你长得像我的。你要像我这样更嫁不出去了。爸，这样吧，咱俩拍张合影，然后我发朋友圈里证明一下。行，对对对，好，我也发朋友圈。哎，看镜头。哎，摆 pose。看这边，爸。看这边，大爷。看这边，大爷。看这边，爸。看。你谁呀你？你跟谁叫爸呢？不是，我谁？你不认识了？你谁呀？大学毕业晚会上，你是不是穿一个黄色的超短裙？对呀。
然后跟一个非常帅气的小伙子玩了一个游戏。不咋帅呀、啊。那就是我。大马蜂。两只小蜜蜂啊，飞到花丛中啊，飞呀哇哇，飞呀呀呀，飞呀哇哇，飞呀呀呀，飞呀哇哇，飞呀啪啪。哇哇，咋的？不是这，他你男朋友啊？不是啊。别打我，干啥？干啥玩意儿？不是男朋友，胜是男朋友。你妈呀！胜死，那是因为我没来，我要来了你就是死了，知道不？吹吧你就是。我跟范银他谁呀？我就是前两天我捡条狗还他了。啊，你还他一条狗却引来一只狼，还是个大色狼。你闭了吧，你说谁是色狼呢？我看你才叫色狼呢。范银他说我。他说的对。你也说我。我发现了，你们谁也不稀罕我，就我爷隔壁老王稀罕我。有文化似的。他爸还是有点文化的。嗯，对，反正我儿子名必须得他姥爷起，是吧，爸？那行，那您就费费神。关键这名不好起啊。首先就是这个姓，我姓啥呢？我姓钱呢。姓钱啊，能让咱们那个孩子一生出来两只眼睛就盯在钱上吗？那不能，是吧？啊，得让这孩子举目远眺，对，要有一种遥望瀑布挂前川的意境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孩子的名字有了，叫啥？叫钱川子。钱川子，钱川子，爸爸，这不是个虫子吗？是虫子吗？你不管是不是虫子，这名都不行。为啥呀？我爸的小名就叫钱串子。谁叫我呢？哎，你看，说着说着，我爸还来了。爸，你来了。哎呀，爸，听见？哎，我们能给你未来的小孙子起名字了。在外边就听见了，吵着把火的。是是是，不能给我孙子起名叫钱串子啊！啊，我小名就叫钱串子。等我孙子以后长大成人，你们喊了一声钱串子，你说是我答还是孙子答应？不行啊，不行不行不行。爸呀，你看这不全家人准备给孩子起名吗？那个我岳父说了啊，说谁也不能起，等他孩子爷爷来了再起。我就是这么说的。兄弟啊，你太讲究了。你看你岳父啊，这大骨肚啊，多有风度啊，是吧？太有风度。你这样，兄弟，你比我有文化啊，你就帮我没出生的孙子起个名，怎么样？你这么信得过我吗？当然了。哎呀，你这么信得过我，那我就起一个啊。首先，这个名特别好起，这姓就好，姓钱，是吧？你看这孩子叫钱币，钱币怎么样？爸，就大钢镚儿。听着挺结实哈，钱币对，行，格局略微小了一点，钱包，把背儿装里了吧，把背儿装里了，钱包不行，钱包格局好像也不太大，钱柜都装里了，爸都装里了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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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绝对不行，不行不行，哎呀，干嘛呢？你离不开那钱字啊，是不是？多俗啊，是吧？对对 对，一定要起一个离钱远一点的。对对对，我起一个啊。那你说这孩子叫什么呢？钱袋子。怎么样？你这就换了个包装，里边装的还是那堆钢镚。不是那个。爷呀，半年我都买了15双了，之前买的还搁那搁着呢，我又穿不了。你怎么穿不了？我啊。啊。爸，你看清楚了，我你这颜值啊，这气质，青春美少女，我搭一老头鞋，这能好看吗？姑娘，你太不时尚了。现在最流行的，就是美少女和老头鞋混搭，对不对，朋友们？哎，你穿上试试，保证好看。我不穿，不穿，难看死了，我不穿。你看，你看。你爸给你鼓鼓掌行不行？好好好。哎呀，行吧，你不信，不信你看，你看这好看吗？好不好看？
走两步给大伙看看。音乐。好看不好看？谁说好看？好看送你穿了。哎，这孩子，你这是什么玩意儿？看死了！小美丽，来，来，小圈啊，圈，干啥？来了。哎，倩儿啊，啊，你越长越招人稀罕了。范爷爷，哎，让我猜一下，你是不是想卖我鞋？你咋知道呢？这半年你也没干别的呀。告辞。回来。我看你说你都多大岁数，你那么没正形呢你。就是。哎，打你小子。哎，小美丽儿，你咋的了？是这么回事儿啊，我最近呢手上有一批货急出手，可是我一家找不到买主。买主还不好找吗？啥货呀？我买。你啊，满兜上下就3块钱，咋买呀你？我的卡。太好了！当当当当，这是我最喜欢的鞋了。是吧？啊，不贵，288。多少钱？288呀。你想赔死啊？我花688都买不着，你有多少我要多少。没多少，就15双，都是我爸强卖给我的，给你啊。别说15双，150双都没问题。真的啊？那我找我爸再进点货去。小美玲啊，咱可不能做一锤子买卖，是不？也是哈。哎，但说好了，这15双你是不是肯定要了？啊，都要了。那你就是我的大客户了。